真正让崇特兰大在全中国出名的是一位叫盖的歌手，江湖人称盖爷。我们在一家夜店见了面，这是他每天公中国出名的是一位叫盖的歌手，江湖人称盖爷。我们在一家夜店见了面，这是他每天工作的。Why are you gay? Who says I'm gay? You are 真正的。我觉得我看着是一个另外的盖啊。有吗？给我一个我没见过，而且没想象到的一个你。我觉得但那也是我，我操，我每天都这样，哥们儿，真的每天都这样。想跳舞的动起来，就趁现在 ，right here。穿着少的牛仔糕点啊。我经常会在这儿找一些我自己能 get 到的点，去找自己的东西。因为我自己有一种常态吧，就是我当听到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会去想，就是做这首歌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对，这跟 beats 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就 beat maker 他给你传递这个消息，对这首歌他想表达的意思，是不用歌词就能听出来的。活着真他妈难，嗯，挺人格分裂的，因为这个地儿，是吧？真土。真 low low， 你知道吗 ？low， 操！那天晚上特别的 ，yeah， 太美了。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，有我的兄弟 Tory， 然后还有。一个烧白，对，就我们三个人，那个房间特小，对，20平米，就只有一个麦克风，一个电脑，连坐的地儿都没有。我跟我的兄弟烧白在 battle， 然后 Tory 在拉屎。trap 对我来说，我不知道什么叫 trap， 我直觉是伴奏，哎，我没听过，然后呢，我就试试来 freestyle。我跟他正在 battle 的时候。哎，我就突然冒了一句，老子社会上的，老子社会上的，就这样就来了。当时更巧合的是，这些全部都是真的，哎，半点假的。我的兄弟还在拉屎，裤子都没提，把门打开，原话，兄弟就这个，兄弟就这个。超社会的 MV 在2015年推出，随后在国内多个视频网站遭到封杀。关于这首歌，争议有很多，有人认为它教唆犯罪，有人质疑歌词与现实生活脱节，有人觉得它不能算作真正的音乐。是。那你没想到那首歌会那样爆炸，下面前排那些小姑娘，从头到尾。都能唱，对，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个里面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在里面。你会不会怕他们误会，或者是很那个时候就慢慢所谓的微博粉丝嘛，就突然一下很多很多很多，然后有人跟我发私信，就来问我，哎，他说盖，你这个歌，你的歌词都是真实的吗？我说真实，绝对真实。但我又突然想了一下，这个回答不对。哎，我说你今年多大呀？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。对，我们做音乐，我觉得音乐是音乐，但不能把现在这些还不懂就是人理常情、天理循环这些孩子，就是把他们带入另外一个境界。好的东西你们听听音乐就够了，其他东西别去想。Don't be misled.